个记录，对吧？高诗岩现在怎么样？高诗岩是腰有点伤啊，这又进了。篮下抢篮板的时候犯规，是，还是要顶顶。好球啊！那对他进行关照，掩护。埃瓦哈斯这边给，你看，抛一个，好的，两分命中。不断的走八字，跳投，好球啊！给哈德森，绕开了掩护，要三分球，漂亮！辉煌的个人经历了，应该说啊，哎呦，这球冒得漂亮！看反击了，好球！这球一路往前推啊，到最后呢，可以说是一个手指的点传。哈德森拿下篮板，急速的往前推，掩护大个扑出来，哦，这个三分球漂亮。在外面有三分空位的时候，你去补的队员呢，就看他的腿脚。哎呦，好球！还以颜色。看篮板，哎，这球拿得不错，哎呦，还要到了犯规，啊，在退防当中高举着手往后退，这个也是一办法，但刚才相对来说还是集中在外线。连哲连续给队友做掩护，自己顺下，摩尔分外面三分，这球有了，好的，哎呀，这个动作夸起来不流畅，但球被断走了。空位三分，好球！进攻能力还是显得比较弱。哎，这球防守，两个人没交代清楚啊！机会，漂亮！这种机会就看起来就比较简单，而且很成熟，就是防守人就追不出来了。最后的五秒钟看怎么打，篮下可以给啊，自己上啊，有信心。陶汉林也是这边得分比较多的山东队的队员，就还有一个丁彦宇航啊，山东的球员大家都非常关心，因为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跟球队关于合同方面有一些分歧吧，或者说没谈拢吧，再加上膝盖有伤，最新看到的一条关于个的时候，你要么直接给怀里啊，是很潇洒，但最后没成功啊。好球，漂亮，二加一。强攻，好球，有自信啊。强攻，好球，蹦得够高。斯佩茨来了，打个两分，一上来第一次出手就有，这边倒地还在抱怨斯佩茨有推人动作。斯佩茨上来看来就是布置他低位去打，频繁要求，这次面框假动作投两分进了，没伤病也搞个轮休啊，该休息的时候还是得休息，为了后面更好的努力。这球没推人吗？打进，就在龚小斌的眼前的杨希就是攻他这边低位，就是给他球，他也就是投啊，三分球两投一中，不着急，41平，再拿球，好球，漂亮，别忘了他还有策应这手啊。